是金曲奖主持人，有多位入选者争夺，可说是本届的死亡之组，竞争相当激烈。第32届金曲奖将在8月21日举行，动力火车严智霖、尤秋兴高校坐上主播台挑战新闻播报。我真的很感谢大会给我这次机会，然后我。本届典礼由露露、黄璐、子英再挑大梁接下主持棒，红毯主持人则是 DJ 玛丽搭档歌手姑姑吕思伟合作。第32届金曲奖颁奖典礼就在台北流行音乐中心，加油！这届金曲防疫做好做满，舞台及台下的座席都要维持3公尺安全距离，入场者必须提供快筛或 PCR 阴性证明及健康声明书，也不开放一般观众入场。每次那种大型典礼就是这样，我就觉得为什么大家都好紧哦，很紧，就很紧，就很紧。我想说，天哪，也太痛苦了吧！早前金曲奖本来打算以线上加实体方式举办，歌后曹雅雯心里窃喜，本来还希望可以穿睡衣视讯，还是可以自己在家客厅铺红毯走。不是，我入围就是为了要走红毯，你知道吗？我鞋子都买好了。啊！我不要在家里，人家第一次入围，我想要走红毯。乐见金曲奖采实体举办，女歌手们未穿上礼服，最后冲刺拼瘦身。八大新闻综合报道。吃八位，玩八方，锁定八大民生新闻，记得按订阅，开启小铃铛哦。